相信许多在淘宝上买衣服的小伙伴都喜欢里面的模特穿着，看着模特穿着还是不错，于是当买下来的时候就会心里突然生了一句，哇，这是什么鬼。相信许多有过网购的小伙伴都有这种 feel， 买家秀与卖家秀永远都是不能成正比的。这一次张丽将这种卖家秀的神话打破了。近日张丽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毛衣的照片被曝光了，与另一个同款服装的女星刘雯两人也是撞衫。张丽是将这件毛衣斜着穿，可谓是穿出了一个新高度。斜着穿的张丽露出了白皙的双肩，黑色的墨镜搭配着让人看见一个女王霸气的出场气势，可谓是漂亮至极。而另一个女星刘雯则是按照规格穿，正正齐齐的穿，不过效果就不是那么的好。虽然在整体上与张丽还是有着悬殊，不过总算是干赢了卖家秀。